我母亲当然担心我们不学好，担心我们功课跟不上。母亲，现在的母亲要多一项，自己的儿女会不会被送上战场？你们担不担心呢？我们要过母亲节，明年要过母亲节，我们让我妈妈能够在家里安心，每天的睡觉高兴开心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战争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